湾师范大学曾仕强教授将引领我们一起感悟《易经》的智慧，请继续关注。《易经》是谁创造的？它又是什么时候完成的？我们有两句话就可以概括了：人根桑葚，四立三谷。人呢有三个圣人，一个伏羲，一个周文王，一个孔子。真的是他们三个人就能够完成这么伟大的一个创作吗？我想不太可能的。他只是一个代号，一群人的代表。所以人根桑葚告诉我们，易经是集体创作的，不是个人的创建。每一个时代都有很多人做同样的研究，然后把他所有的功劳都集中在三个人身上，伏羲氏、周文王、孔子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作风。伏羲在上古，文王在中古，孔子在晋古，所以叫做四立三谷，告诉我们它是经过很漫长的时间慢慢孕育而成，最要紧的经得起长时间的考验。易经分成经跟传两大部分，经比较简单，就是卦象、卦名还有周文王写的卦辞、爻辞就没有了。传呢那就比较丰富，我们把它叫做十翼，翼就是翅膀，就是易经给它加上十只翅膀，让它更加有价值，更加有内涵。那十翼呢实际上只有七种，不过其中有三个它是分上下两部分，所以称为十翼。大家最好有时间看看系辞传，系就是把它联系起来的。孔子写的系辞段把易经的全盘的大要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概要或者是导论，那通通呢系在易经这本书上面，所以叫做系辞段。因为经它分上经下经，所以系辞传就配合经分上下，也分成系辞上传跟系辞下传。然后有彖传，彖就是来解释卦辞的，解释全卦的大要的，上下经各有彖，所以也分成上下。接下来是象传，它分成大象跟小象，解释全卦的卦形的就叫做大象，解释每一个爻的爻象的就叫做小象。那这样就有六种了。下面还有说卦传，它是专门解说八个基本卦他们真正的意思是什么。有续卦传，说明六十四卦为什么从乾坤一直下来，然后最后到既济未济，它的次序是非常有道理，脉络很清楚的，叫做续卦传。然后还有杂卦传，杂卦传呢，它是把六十四卦不按照古今的排列方式，它自己创出一套排列的次序，也讲得很有意思。我想这种事情呢，也是很多人在尝试的。我一定要按照你的次序吗？我调一调不可以吗？下面就是我们要介绍的文言传。
文言传就是孔子看到周文王他替卦辞吓得非常的惊念，可是他把很多人不是很了解，所以特别加以解释，只有在乾卦跟坤卦两卦有解释文王所下的卦辞，所以叫做文言传。孔子说远者善之长也，亨者家之惠也，利者义之和也，真者事之干也。他首先就把乾、元、亨、利、贞做了一番解释。善之长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指人的元气嘛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元就是开始，气呢，就是我们平常所呼吸的空气。元气怎么那么重要？因为我们人呢，是胎儿的时候，它是吸收不了外面的空气的，它是吸收母亲体内的气。可是，一出生，那个脐带啊剪断了以后，它就没法呼吸的。它在子宫里面是靠肚脐眼在呼吸的，一出来这里不能呼吸了，所以就开始。哦哎，他就开始在练习，用嘴巴来呼吸，就呼吸空气。元是原始，元气就是生下来的那一口气。各位有没有发现呢？有的小孩一生下来他是不哭的，那糟糕了，那不能呼吸呀，脸就开始发青了，赶快打他的屁股，打他。头发，喂，他就呼吸，那就活了。所以你说小孩子不能打，我想也有问题吧。如果他生出来不哭，你也不敢打他，因为打要犯法的，那一条宝贵的生命就白白牺牲了嘛。可见任何事情都不要讲得太绝，绝对不可以怎么样，我想这都是不妥当的。人一出生就面临了生死关头啊！你看很多人生出来，他很快就死了，他过不了这关嘛，一口气不来，你有再大的本事都没有用。所以为什么这个元气很重要？我们一见面说：“哎，你气色不错，哎，你很有元气。”就在讲这个事情了。天底下最大的善，最大的好，就是他给我们有足够的气。如果空气不够，那糟糕了。现在的空气很污染，我相信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我们迟早每个人都要24小时戴着防毒面具，那人就开始越来越不像人了。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爱惜这个空气，不要去污染它，这是尽我们保护环境的最根本的一种做法。中国人说你要争气，要争气也是从这里来的，元给你气的，你自己顾不好，你体内开始，你看很多人那个发出臭气，其实发出臭气如果是体臭那还好啊，如果是气本来就臭的，那就麻烦了，就表示五谷内脏都有问题的。元的意思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使自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，才对得起老天给我们的这一口气，就这么简单。那家是什么呢？家就是美的意思。惠是积极，大家有发现呢，人跟人聚集在一起，动物跟动物聚集在一起，植物跟植物聚集在一起，万物它还是聚集在一起。聚集在一起，大家过美好的生活，植物有植物的生活，动物动物生活，人有人的生活，大家互相包容，
互相照顾，不要去侵害别人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做家之惠也。我们做生意就是把这里有的送到没有的地方去，把我们没有的从别地方运过来，这个也叫做家之惠也，一样的意思。天底下有各色各样的东西，我们互通有无，我们保存它原来生存的一个环境，这样我们才能够长长久久的去生活下去。这句话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要各尽所能，而又各取所需。你不能说我有钱，我什么事都不做，我专门去买人家的东西，甚至我囤积居奇，那都是不对的。钱是要流通的，货物是要交换的，我们任何东西都要考虑到别人也有需要，而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可以独吞，这样才能够一方面聚集，一方面又很美好。否则人一聚集就乱了，人一聚集就不和谐的，人一聚集就开始争夺了。那人跟动物有什么不同？没有什么不同。我们看的动物，我们应该反省，人应该过一种更加合理的生活。利是什么？利者义之和也。义的意思就是适合不适合，适宜不适宜，合理不合理，就叫义。义能够很合理，那大家就比较和谐。尤其中国人，他都是看你这样合理不合理，你合理的他就口服心服，你不合理的他表面上也许不敢说什么，不方便说什么，不愿意说什么，但他心里有数，他到时候他就烦你，到时候他就找你麻烦。因此呢，这个义啊是我们非常重视的。你看人下面就是义，大家有没有发现缘大概跟人很合适，就是你一开始就要凭良心，那才叫做缘。我要吸空气，我要考虑到别人也需要空气，我不能一个人把空气都吸光了，我也不能说我不要的话我就把它污染掉，这些我们一想就知道的道理，就叫缘。恨是什么？就说大家在一起互相照顾，互相帮忙，彼此尊重，那他自然的他就会恒通，就不会产生阻碍。自然的阻碍已经够多了，我们现在人与人之间还设下种种的阻碍，我想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。利是对我们最大的考验，老天给你利就是在考验你的。所以我们今天讲一句话，赚钱并不可耻，赚钱其实是可爱的，因为它对人类的生活有正面的贡献。可是怎么去用钱，这才是智慧。赚钱凭什么？有人说凭能力，我是不认为你有能力就能赚到钱，我不认为。赚钱其实是靠机会，机会来的，你钱怎么来的你根本就不知道。可是用钱呢，那是靠智慧。所以一个人要赚钱之前呢，最好先学一学怎么样去花钱，怎么样去用钱。其实《易经》告诉我们怎么样去用钱，八个字就讲完了：当用不省，当省不用。一般人不是，一般人他讲了一大堆，
都没有讲到要点，你该用的，你没有钱，你想办法，你还得要用。好像一个人要么不结婚，要结婚，你当家长，你就要负起你的责任，你就要让你一家老小，最起码可以过温饱的生活，否则的话，你这个家长就不尽责任。你也没有必要弄得大家很豪华，弄得大家很舒适，过奢侈的生活，那反而是罪过。为什么罪过？那就浪费资源，因为资源是有限的。地球现在60几个亿，大家都要活，你把它笼挂到你们家里面来，这个力就不能合嘛？怎么能合呢？你看一个社会啊，贫富的差距越大的话，这个社会是越不稳定的，越不安全的，这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嘛。我们不能勉强使它一样，因为那是不合自然的。但是有钱的人，他一定要想办法来跟大家分享，来照顾那些比较穷困的人，这样就对了嘛。但是我们又想错了，我们说我去赚一些昧良心的钱，然后我去做善事，这个行吗？不行，因为功过它是不能对抵的。你做的坏事就是做了坏事，你想用这个来补偿那个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看很多人赚的钱，赶快去烧香啊，拜拜啊，神保佑啊，啊，这是不合理的。因为如果这样可行的话，那个神算什么神？那他不公正嘛，一点也不公正嘛。他不公正就不叫神，那就叫魔嘛。元就是春天，我们开始发芽，那就叫元。发芽以后到了夏天，它就会成长，就会茂盛，就叫做亨。秋天就开始有收获，所以你看利就是一把刀在割那个成熟的农作物，就叫利。你收割来的东西你怎么办？冬天你要把它藏起来，第二年有新的种子。你把收获来的东西通通吃光光，连种子都没了，那来年春天靠什么去播种？冬天你把这一年的收获赌博赌掉了，输光光，你来年怎么生活？你从这个道理就可以知道，元亨利它是比较自然的，你只要慎始，大概就会比较圆满。我用圆满这两个字，是我们中国人特别要小心的。西方人只有是非，他没有什么圆满。中国人不是没有是非，中国人最痛恨没有是非的人。但是中国人他告诉你，是非你要分得很圆满，你只要分得不圆满，还不如不分是非。一般人就是没有这概念，是非就是是非，对就对，错就错，所以最后都不圆满。圆满是什么意思？就是顾虑到每一个角度的立场，他每个人站的方向不一样，每个人立场不一样，每个人位置不相同，他的感觉不一样，你认为圆满，他认为不圆满，所以要面面顾到。这是在中国社会做人特别辛苦、特别为难的一个因素。圆满不圆满，才叫无咎。分对了，分对了，后面一大堆问题，那怎么能无咎呢？我们力经得起考验的人，就叫真。真就是什么？我赚了钱，我还规规矩矩。一般人你叫他穷的时候规规矩矩都很难，因为穷他就不择手段了。可是你有了钱，你要让他规规矩矩，那就更难，因为财大气粗嘛。我管你的，你有本事把我抓去吗？这种人蛮多的。所以穷也害死人，富有也害死人，
各位就体会到上天是用金用财货来考验我们每一个人。你看见利忘义，见钱眼开，这都是经不起考验的人。钱财是工具，不是目的。目的是正不正，正不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能不能摆平，那摆不平的话，那问题就出来了。所以中国人很喜欢说你摆平了没有，摆平不是用强制的，强制的更摆不平。他每个人立场不一样，每个人身份不相同，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，你要摆平你就必须要求圆满。所以我们一直讲做人要正直，而且要持久。你正直一分钟有什么用？正直一天有什么用？正直三年也没有用。很多人就是一段时间很正直，然后吃了亏以后就觉得那我正直干什么，我比谁都狠，那就完了。在学校操性很好的人，到了社会反而很多是经不起社会的考验。所以我们就开始制造很多名词啊，说什么社会是酱缸啊，你被它污染掉了，这都是很奇怪的说法。酱缸能把你怎么样？人家处污你而不染，什么酱缸？那都靠自己嘛，都靠环境。那人都完全靠环境，那人努力干什么？学习干什么？你就让环境去摆布就好了，这是对自己不负责的一个表现。我们现在都很清楚，正不正在你，别人不知道。哪个人不说自己正？我们现在问题就是我们不了解什么叫做正，不了解。正不是说我很正直，我一丝不苟，我样样都是守规矩，那叫正。2000年来我们都这样解释，所以我们才会满口仁义道德，而表现得很龌龊卑鄙。我们曲解了圣人的意思。中庸里面告诉我们，取这权就是那条太极线，你要走出来，你走不出那个弯弯曲曲的路，你就没有办法正直啊，你怎么办法正直呢？我们始终是二分法，直就是直，曲就是曲，那要命了，曲才能直啊。你看越是直的公路出车祸几率越大，越是山路崎岖啊，越是九弯十八拐啊，都安全得很。因为人一看到这个路啊歪歪斜斜，他敢睡觉，他就很认真的，那个角度都把它很稳，你小心他也小心，就安全了啊。路这么直没问题啊，就说话了，就开始打大哥大了，砰一下就出去了。这种现实告诉我，越直越容易出问题，弯弯曲曲，你看那个交流道都是弯的。全世界没有哪个地方的高速公路交流道敢用直直下去的，你试试看好了。你在高速公路上面速度那么快，下高速公路的时候你说你减速减速，那还是很高速的，一下就冲出去就看上了。人类的智慧就表现在交流道永远是弯曲的，你有本事跟我不要减速，那是你的事，乖乖的减速，乖乖的认真，然后下去你才能适应那个平地的交通。取是直的必要的过程，上卦跟下卦它这当中啊有一个交接处，那个交接处是曲线的，不是直线的。西方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水平线
当作是直的。实际上水平线也是起起伏伏的，也是弧形的，没有直的东西。两点之间直线最短，但是永远是达不到的，永远是达不到的。你从这端要走到那一端，你千万记住，太极线它是弯弯曲曲的。所以为什么直话人家听不进去？你一讲直话他就火大了，那你有什么用？你稍微婉转一点，你稍微转个弯，他听进去了，你就有效了，你就安全。所以易经它给我们的生活，第一个就是安全，第二个是有效，第三个是方便。但是现在我们都认为说，哎呀，有话就说啊，拐弯抹角干什么啊，有话直说啊，你管他你什么反应呢，那就是目中无人了、这种人就叫做目中无人。我想儒家之所以迟迟不能够实现，就是因为我们理解孔子的话太僵化了。孔子他是随时在做合理调整的人，换句话说呢，孔子是用酒用得最好的人。你在开始的时候，你要有开始的一个方式，先观察，不要多嘴，不要自以为是，不要认为我很有把握。虽然你是龙，但是你在地底下，你又能怎么样？到你现出来的时候，你就要现得恰到好处。你陷得人家遍体鳞伤，你陷得自己遍体鳞伤，那你还不如不陷呢。老讲一个人飞龙在天的，你都要很小心。你看刘备辛辛苦苦当上的皇帝，没有当几天就病死白帝城，连成都都不敢回去，他就是九五那一关他做得不好，那个利剑大人他完全没有体会到。我们看历史，你要看出那背后的道理。你会背历史有什么用？现在太多人会背历史，他完全不懂历史。历史是不会重演的，但是它的道理是永远会持续下去的。一个人正直不正直，跟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有很大的差距啊。孔子费尽苦心去解释，但是我们都没有体会到。我们要有效，我们要让大家能够照着去做，你非要采取一种迂回的方式，否则你是达不到愿望的。真是什么？就是我是很正直，但是我会怎么样？我会替别人家想，我会外圆内方。这样各位才知道，圆就是方，方就是圆。像这种观念呢，外国人是很难接受。我说方就是方，怎么方又跟圆扯在一起呢？中国人是很清楚的，越小就越方，越大就越圆。同样一个东西，小小的那一定是方的，方方方到了很大的时候，它就圆了。当我们说做人要大方一点，你就听懂了，做人要圆通一点。你看方就是圆，哎，这个很圆通，就是答案大方。我们今天大家都喜欢当一方之长啊，我是家长，最起码当个家长嘛，校长、厂长、厅长、处长，
首长，不管是什么长，千万千万记住，你一开始就要重视那个缘。缘是什么？就是人心，就是人心，仁爱的人。你没有人心，你做什么长，最后都是害己害人。缘就是人，人就是缘。那个种子好，它长出的东西就是好。种子不行，你再怎么努力去耕耘，怎么努力去浇水去照顾，它就是不行。所以为什么选种很重要？为什么优生学很重要？就是一开始你就要重视它。我们有了好的人心，你才会怎么样？才会去照顾关心所有的人，然后你就会办事很顺利，做事很亨通。所以我们说这个人啊，官运亨通。官运亨通就是他仁政爱民，你仁政爱民，他自然就官运亨通，就亨了。但是下面呢，利之所在就看你脸色怎么变了。你能够经得起利益的引诱，利益是专门引诱你的，越大的利你就越要小心。当商人送你十万的时候，他自己至少也拿十万，你就变成二十万。当商人送一个官员一百万的时候，这个官员要记住，我不是拿一百万而已，我最起码拿两百万。因为他自己不拿一百万，他会给我一百万，他可能拿一千万才给我一百万。最后你就背着那个很重的负担，这就叫做利。利是什么？我公正的照顾所有的百姓，这样一来，你的内心正不正，就得到证明。见利就忘义，那就不正了。因此，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来，后来儒家把元亨利贞就发展成五个字，叫做仁义礼智信。仁就是元，义跟礼呢，就是亨。你看一个人，他处处都合理，他就很亨通。他呢有礼节，这个礼呀、啊、就是那道理的礼。那为什么两个，一个用义一个用礼呢？因为礼呀、啊、是一般人看得见的，做人要有礼貌，做事情要重视礼节，礼要有节制。而义呢是看不见的，到底合不理不合理，心中有数啊，外面看不见的，合不合理。所以孔子说，不知理无以立。你只要不学理，你在社会是没有立足的余地，没有立足的余地，你办什么事情都办不通了、啊、就是什么不知理。人是缘，义理是亨，然后智呢就是利。当利益当前的时候，你要用你的理智来判断该要不该要，能要不能要，要了以后会怎么样，能不能无咎。那个无咎很重要，你看要到最后都是后悔的。你只要要到不该要的时候，你的心就开始不安了，晚上睡觉睡不好，白天脸色不对，然后眼睛就开始没有光亮了，看到了就好像怕人家看见一样，就低头了嘛，你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了。真是什么？真就是信，人家对你信不信就是看你正不正，你正就算他觉得不公平，他觉得你有你的道理，我还是拥护你。你不正，就算对人家再好，人家都是怀疑啊，是不是要利用我做什么事情？他怕了，他躲得远远的。所以这个信呢、啊，就是你正不正，
给人家的印象就叫信。我们现在人最大的危机，其实我们常常讲什么信仰危机，其实是互信危机，就是人与人之间都不能信任，谁信任谁？你看，妈妈爸爸都会害怕儿子，他在搞什么东西？长官怕部署，左右邻居都害怕，上下楼都是提心吊胆的，那这个人算什么人呢？我们没有互信嘛。你看你去买药，你经常会觉得这是不是假的？你去买药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药吃下去会怎么样？他在写什么你都不相信的，这才是人类自寻苦恼，我们自己很难解决的问题。你一定要从易经的道理，从乾卦开始，先求自己，不要老求别人。你自己做得好，别人自然会受你的影响。一个人最了不起的是什么？不是控制人家，不是教导人家，不是命令人家，而是发挥你的影响力。你看，这个是不分身份地位的。任何一个人，只要你行得正，只要大家信任你，你都会发挥相当的影响力。哪怕是一个工人，只要我们看到他说：“哎，你盖的房子一定没有问题”，就够了。任何一个工人，我们看到他就说：“你卖给我的东西，你做给我的东西，我不用担心，就够了吗？还是怎么样？”可见这个信是非常重要的。仁义礼智信，就是元亨利贞，就是天地的正气，就叫做乾元。我们老是读书啊，乾元乾元，是什么？就是先天一气，那就叫先天一气。道家很喜欢讲先天一气，就是它是天地之间最无私的，最无私的。你看空气没有说你是好人我才给你，你是坏人我不给你，你对我好我让你吸，你对我不好我就不让你吸，没有。它不是不分是非啊，它是告诉你，你自己要爱惜你自己，你要自己修养你自己，否则我也帮不上忙，到时候一口气不来就是一口气不来，你宁愿他没有用。文言传里面特别提到一句话，千元用酒乃见天泽。什么叫做钱为什么能够自强不息？就是因为他会用酒。那孔子是最会用酒的，用酒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就叫做阶段性的调整。你不能老一套，你老一套，你这个阶段合适呢，你下一阶段你就遭遇到重重困难。这样各位才知道，我们中国人赞美人都说这个人了不起，有两把刷子。我们从来没说这个人了不起，有一把刷子。一把刷子管什么用？你刷了西装不能刷皮鞋，刷了皮鞋不能刷起衣服啊。一个人最起码阴阳两把刷子，能刚就刚，要柔就要柔，能高就高，该低就低，这叫什么？叫做人屈人伸。中国人最了不起的就是人屈人伸，刚柔并济，恩威并施，内方外圆。你看我们始终就是阴阳的配合，因为乾卦告诉我们亢龙有悔，阳刚过盛马上就成阴。这阳极成阴就是当你不可一世非常神气的时候，然后突然间掉下来，凄凄惨惨，那谁叫你要讲？所以到五你就可以掌握了，能够六你最好算了算了，我不要贪得无厌，
我掌握的东西掌握到就好了，掌握不了东西我不要，不要太过相信那种什么六六大顺的，不要太过相信，就是不顺才告诉你顺，易经道理就是这样，你顺他就告诉你无咎，无咎就是顺后面有后遗症的，你要小心的。那不顺，不顺那就是顺顺顺顺顺，那你自己去检讨顺在哪里，那不顺怎么样，然后你就会警惕。任何事情做强做大是不如做长久，长长久久，你强一阵子没有了，大一阵子垮了，有什么用？久那就要配合，所以乾坤怎么样去配合才能天长地久？乾坤这两卦要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，我们要从男女讲起，乾就是代表男性，坤就代表女性，然后接下来就是从夫妇来看，乾代表夫，坤代表妇，有夫妇然后才有君臣是吗？没有，有夫妇才有父子，有父子才有君臣，然后才有朋友，才有兄弟。因此呢，我们把男女的关系从乾坤两卦来看，把夫妇的关系从乾坤两卦来了解，然后你就可以推到父子、君臣、朋友、兄弟。那儒家整个的道理就从这里找到根源，否则你会觉得孔子他讲一大堆，你到底能行不能行呢？你读完易经你知道非行不可了，没有别的路走了。我们下一次一起来探讨天长地久，谢谢大家。